好，这个球中队要是防得不错，邹琦还倒了。其实这个回合不怯场，能够去敢于发挥自己的所有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我觉得是为我所有的中国年轻球员树立了一个很好。大家看到这个李承铉是左手，所以他在技术上你。